每一个暗示都耐人寻味，错或对，每一段往事都撕心裂肺，生与死，每一步抉择都无从后退。你和我是学着蜕变，还是在深渊中摇摇欲坠？你知道计算机算尽所有任性，我们都深陷其境，撕裂彼此面具，瞬间欲望的答案当然因人而异，却有可能是结局。当绝处逢生时差一步距离，生死的承诺我才一次熟悉，我漫步不为意，不住在身旁之中什么办法呀？你是谁啊？你看看你背后。背后一堵钉墙，怎么了？就是这墙，这堵墙会动的。墙会动？什么？停下了。开什么玩笑啊？出口。对了，出口没用的，这门从里面根本打不开。可恶！不行，这样根本没办法出去。我还以为你醒来能有办法呢，难道我们只能等死了吗？你是谁啊？到底想干什么？这样捉弄人很好玩是吗？赶快放我出去，不然……女人？对不起，原来你也是受害者吗？是啊，电话都被拿走了，这种鬼天气根本不会有人来救我们，这堵墙每隔几分钟就会前进一小段，再过一会儿我们就都会死了。你别慌啊，这个时候如果慌了就什么都完了。你冷静一点听我说，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了，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希望。你身边不是有把斧子吗？用它劈开窗户就可以出去了。窗户？我这里根本就没有窗户。没有窗户？那你就把斧头交给我，我从这边的窗户出去以后再想办法回来救你。那你发个毒誓，发誓你会回来救我，发誓不会丢下我，否则我宁可一起死。快快发誓啊，不然就一起死算了。我发誓，我宁愿以人格发誓，
绝不会丢下你，不会独自逃走。如果违背誓言，叫我粉身碎骨，不得好死。好了，我已经发过誓了，快把斧头给我。递过去了。不行，卡住了。我来推，你也用力拉呀。我再拉呀，拉不动啊。不行，这么硬拉不是办法。你从那边试试，能不能把洞扩大点。好，那我试试。怎么了？这声音到，怎么会这样？这墙是花岗岩啊。拜托你冷静一点好吗？你这个样子，我想不出任何办法。还能有什么办法？最多再有十几分钟，我们就会变成两滩肉酱。这一下斧子就崩了个大口子，根本没法破坏花岗岩。我可是连初吻都还没试过。那倒简单，你要不试试把嘴伸过来？你想得美。说起来，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有印象吗？我怎么知道？坐地铁打了个盹，睡醒来就在这张破铁床上，我也没招谁惹谁。到底是哪个铁床？你是说你那边有一张铁床？有办法了，你快劈烂那张床，然后找一条长腿给我，这样我就能撬开木窗到外面去了。那我怎么办？你怎么救我呀？哎呀，你看房顶，只是些烂木头，我出去之后立刻爬上去。打破房顶，救你出来！快啊，没时间了！相信我，相信我，相信我！你叫宁远是吧？你千万别不管我呀，不然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放心吧，我出了名的守信用。加油啊！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啊，这次没停啊！宁远，你不会不管我吧？你不会不管我了吧？不要抛弃我，宁远！阿健，怎么了？就这么不小心啊？脚伤了。你可是体育生啊。苏锦，快来看看。来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会受伤的？因为这个，我是看到大冬天的居然开着一朵小黄花，我猜你会喜欢。小锦，说起来你读的是内科，推拿也这么厉害，还能在雪地里挖出草药，女神医啊，简直比我们的专业队医还要厉害。我爹可是最出色的苗医哦。这些本事啊，我从10岁起就会了。苏锦、大东、芳芳，你们回来了。苏锦，你出来一下。没想到南方也会下这么大的雪，手机定位没有信号，估计信号站被雪压坏了。刚才我和芳芳远远地看到上山时的路已经被雪埋掉了。啊，那怎么办？我们上山时碰到的居民呢？他会通知人来救我们吗？那个老猎户，我看他都70多岁了，你能指望他冒雪下山去求救？小锦，我们商量了一下，我们准备从山的另一面找路下去，趁大家还没有出现食物和体力的危机。等等，那阿健怎么办？他脚上还有伤呢。你小点声听我们说，如果等他的脚完全康复，只怕我们一个也活不了。我觉得只有暂时留下他，然后再想办法来救。那怎么行？他受伤了，没有自保能力，万一……那总比全军覆没好吧？一朵花就把你收买了，你不是说你不喜欢他吗？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。你们在吵什么？我都听到了。你们要丢下我，只不过是受伤而已。你们当我死了吧？芳芳，我们10年同学，你也说得出口？
还有你大东，我们可是队友啊。不是这样的，阿健，他们只是一时着急。不，这就是我们的想法。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就没有必要再遮遮掩掩了。牺牲一个总比大家都死在这里好。我们不会赶尽杀绝，这里有一半的食物，我们这就出发。小姐，你真的不和我们一起走吗？别和我说话，我不想爆粗口。期待我们会找到救援队吧。消肿了，差不多可以走了，只要别太用力，食物也吃得差不多了，明天一早咱们也出发吧。谢谢你了，小姐，没有你我这次死定了，不像那两个狼心狗肺的家伙。其实仔细想想，他们也没错，我留下来还能治你的脚，他们能做什么？他们去找救援队总好过大家一起消耗食物什么也不做吧。所以冷静下来之后，我已经原谅他们了。我爹说过很多当年闹饥荒的惨事，我爹说为了活下去，不管做什么事都会被蚩尤大神原谅的。小姐啊，你人真好。吃的东西不够了。天马上就要黑了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趁天亮去找点吃的和草药。小姐，如果我们能活着回去，做我女朋友吧。对不起啊，相比起体育健将，我更喜欢头脑厉害的男生呢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了，得救了。没事，刚才对你不信任骂你的事我向你道歉。我叫苏锦，医学院大二学生，你叫聂远是吧？你是做什么的啊？聂远。苏锦啊，是你。看四周跳下来，我接着你。哦。胖妞，你可减肥了。不好意思。这看来是个海上的灯塔。好高啊，我们怎么下去呢？来这边。
从这里应该可以下去。把床腿拿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力气不小嘛，女汉子。我先下去，你跟在我后面，慢点也没关系，小心别踩滑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掉了一截，那怎么办啊？只能跳下去了。跳下去？你不是开玩笑吧？哎，你别乱来！女人，女人！跳下来吧，我接着你。可是我害怕呀。没问题的，来啊，有我在呢。来了。怎么样？我就说一定接住你。他想用身体保护我。好累，好累，身体里一丝力气都没有，手脚好像被困住了一样。真是丢脸！我大名鼎鼎的宁远就这样死去了。也许这就是报应吧，让我这样死在水里。等到了天光，希望他能原谅我吧。对不起。醒醒，宁远！宁远，你没事吧？不好，他的头部受到了直接冲击。宁远，不准死！你死了，我一个人在这种鬼地方怎么办？你说过不会丢下我的，不要死，答应我不要死。累死我了，还说我胖，你知道你有多沉吗？塔下有个房间，不知道会不会有危险。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有人吗？有人在吗？没动静，是人是鬼啊？好可怕！有灯的开关。不知道能不能亮。哇哦，中国呀。不要动，你以为你是女人我就会放松警惕了吗？不要太小看你赤阳哥了。后退，先把那个男的放下来。后退，听不听到啊？现在回答我的问题，你们是谁？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们怎么把我弄到这里来的？我闭嘴，等我说完。再敢打断我说话，我要你跟那个死伤的一样。
是。说起来，这具干尸怎么回事啊？我不知道啊，这些我都不知道。不说是吧，八婆？黑柴那个家伙给你好处了吗？我真的不知道啊。非逼我玩真的啊？老子对付女人可是有一套。我叫苏姐，大学生，一觉醒来就在塔里了。你说的那些我真的不知道，你不信可以问宁远啊，就是他，我跟他一起从塔顶逃下来，他受伤了，请让我给他治疗吧。治疗？对啊，我是学医的。那个叫宁远的是什么人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是刚认识他的。好啊，我现在就来问这个破盖，叫我问他话的时候你敢插一句嘴，我就捅他一刀，你知不知啊？可是他还在昏迷啊。要他醒，我自然有我的办法了。说你叫什么名啊？ 你是谁啊？有没有搞错？你现在是我的提问时间了，给我看清楚你认不认识这个靓女。靓女？什么靓女啊？我没见过这个大姐姐。你在说什么啊，宁远？我们才刚刚相互救了对方啊，从塔顶。小心！看来你没有记住规则，靓女。扣一分。不要啊！不管你身是妖魔还是凡人，身在何地，用什么语言都别身份。抛开你我英雄的出身，看一看对爱的态度是否符合标准，是否认真。你予的光给我最温暖的肩膀，你的坚强敞开身上充满无限力量，手心在发烫，身体在发光，是你给我的力量。 Oh my hey，再给我多一秒热血的时间，也许我就能张开翅膀，就能展翅飞翔，就能上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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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样哥，你这样不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，是没办法和我这样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做朋友的。下一集，敌人还是战友？哎，这就不用谢了，就叫我